在车来车往的马路上竟然出现路面隆起皲裂，还有无数道裂痕甚至延伸到路边。这里是高雄市三民区辽宁二街，二日晚间9:21，一声砰的巨响让附近居民吓坏了。在那边看电视，听到砰一声后吓死，赶紧跑出来看，可是他东西听起来东西掉下来声音，然后砰一声，然后看起来地上隆起，就是里面的东西爆炸。消防员在场检测，裂痕长约1.5公尺，宽约1公尺。警方更紧急拉起封锁线，就怕人车靠近发生意外。而民众表示，当时除了听到爆炸声响，还看到地面冒出白烟。听到爆炸声啊，爆炸声之后出来看，就是地上冒烟，发现地上隆起，没有闻到瓦斯味、沼气味那里，就比较安心。新台电查修表示，隆起处下方因为电缆线走火，导致人孔内空气爆炸，下地孔盖弹起才会路面隆起，没有立即性危险。线路故障已经安全处理，现在明天会复原，没有即时危险就对了。哎，对。台电也表示，现场立即启动电力转工，没有停电情形。三日开挖提升人孔，并修复电缆线，让道路恢复原样。华视新闻综合报道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，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